在深圳福田与香港落马洲的接壤处，有一个地界不大但脑力值拉满的地方——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。深圳河一水相连，有着天然的地理优势。仅3.89平方公里的合作区，就像是深港两城的微缩版。这里每一平方公里就有38个高端科研项目落地，顶尖科学家加速汇聚，重大科研机构云集，深港独角兽企业频出，简直就是科研人员的理想乐园。我们做了一个初步统计，成立5年，深圳国际量子研究院360多位全球高端人才在这里发表了1100多篇学术讲座。成立5年，粤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工厂孵化了32家港澳背景团队，累计产生416项知识产权。成立3年，河套一站通综合服务中心作为河套合作区企业背后的大管家，提供政务服务事项560项。截至2023年7月30日，深圳数据交易所已完成登记的数据交易总计950笔，累计交易金额32.84亿元。在河套，从源源不断的科创平台，到一路向前的基础设施新通道，再到深入人心的机制规则，都在默默地推动着深港合作，为实现国际化一流科研中心的梦想而努力。